PS4 的首发游戏之一 Knock， 让玩家初次体验到 PS4 强大的效能以及华丽的画面。如今 Knock 的二代续作也正式上市咯，玩家将再次扮演由神器组合而成的纳克，要找出为何在水晶战争中被击倒的古代兵器再次苏醒的原因，并想办法阻止他们摧毁新港市。游戏中纳克可以随时放大缩小自己的身体，有些小小的地区要缩小身体来通过，至于战斗时就可以放大姿态来攻击敌人啦。另外，眼尖的玩家还会发现许多密室可以让小纳克进入，这里的隐藏宝箱藏着许多装置零件，收集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就可以获得强大的道具，让纳克变得更强大，所以闯关时可不要忘了四处探索一下哦。而在击败敌人或是开启宝箱之后，可以收集神器能量，让纳克学习新技能，这样战斗起来也就更轻松咯。 Knock 2 的玩法相当简单，刚接触这类型的玩家都能够轻松上手，而游戏也支援双人合作，是一款非常适合与朋友一起游玩的作品哦。